静静，你想想，就是罗总还活着，他能同意我替龙小雨出庭作证吗？他绝对不同意。你听我说，我绝不做对不起罗总的事。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叔叔，要是爸爸活着就好了。爸爸要是活着，我一定好好孝顺他。我听他的话，不让他操心，不让他心疼。静静，你现在能想到这些就好。我理解，我也年轻过，知道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滋味。可是人总得活着，路还长，慢慢走吧。包叔叔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知道。不瞒你说，这段时间我跟着龙小雨的辩护律师一直为他的案子跑来跑去，很辛苦。他的律师不喜欢龙小雨，跟你一样，到现在也不喜欢龙小雨，但是他还是非常认真非常仔细地在为小雨做所有的辩护。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不管你对一个人是喜欢也好，厌恶也好，我们都应该说出事实的真相，因为事实就是事实，我们要还法律一个公正。至于小雨有没有罪，都应该让法律去决定。静静，你真的长大了，好，我决定替龙小雨在法庭上作证。你陪我坐会儿行吗？怎么了？不舒服？嗨，找不到王主任，我们还想别的办法吗？我找到王主任了。嗯，找到了。而且他还答应我出庭作证。行啊你，真没想到你居然找到了，你都快成半个律师了你。怎么了？王主任的事已经办好了，你怎么还不高兴啊？朱思平是不是怀过小雨的孩子？王主任说呢？是不是真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都瞒着我。静静，其实这件事是朱思平假怀孕威胁龙小雨，这根本不是真的。真的？真的。没骗我？没骗你。我之前没有告诉你，是怕你受不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跟我自己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勇敢地面对一切。但是现在我发现，当有一个人面对面地跟我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受不了，我真没用。晶晶，可能你不知道，其实你已经很坚强了。这些日子，我看你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挺不容易的。我甚至有时候在想，如果我换成你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挺过来。这段日子，我找目击证人找得我灰心丧气的。我刚才还在想，你都可以这么坚强，我有什么扛不过来的呢？晶晶，真的，我挺佩服你的。真的。我刚才跟你说话特别大声，别生我气啊。你今天干嘛去啊？继续找那两个目击证人呗。下面所有的工地都找遍了，那两个目击证人去哪儿了？蒸发了。现在只能找朱四平和龙小雨的老乡问问，毕竟红卫国前的来是跟张雄干的。朱七贵呢？朱七贵，他一定知道张雄的下落。嗯，我有他电话，我现在就给他打。你怎么有他电话？上次去朱四平的老家碰见七贵了，我把他电话留下来了。你们找我有事儿？你知道张雄在哪儿吗？你们找他干嘛？这你就别问了。红卫国钱德来你认识吧？他们是跟张雄混，我不太熟。七贵，你知道张雄在哪儿吗？我真不知道。那你打个电话给他，问问他。他这个人吧，特别鬼，老换电话，我早就没他号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往他家里打个电话。干嘛让我给他打？他要是知道我帮你们找他，他就饶不了我。为什么？为什么饶不了你？他不喜欢你们，你们是给龙小雨辩护，他恨龙小雨。上次你们去我们老家，山东老百姓赶你们走的不就张雄吗？我给龙小雨辩护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恨龙小雨呢？他喜欢四平。四平心里边只有龙小雨。哦，那他现在还在老家吗？不在。我们一块儿从镇里边出来到厦门来打工，他呢没找着工作，第二天他就去外地了。听没听他说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他能告诉我吗？我也不想知道。七贵，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他家里的电话给我，我来打。行，但是你们可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你放心好了，不会的。喂。请问你是张雄的爱人吗？你是哪位啊？我是朱四平案子的被告龙小雨的辩护律师。你找我干什么呀？你知道张雄在什么地方吗？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他连电话号码都不让我知道的。那能不能这样，他来电话的时候你给我回一个电话。我为什么要给你回电话？他在哪儿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我联系。那个狐狸精死了，是他自己活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喂，喂，我就不跟你们在这扯了，我就先回去了啊。七贵，你要是知道张雄在哪儿，马上告诉我们好吗？不
不是你们找他到底要干什么呀？当然是跟朱四平的案子有关了。你是朱四平的亲戚，你也希望真相大白是不是？我跟你们讲，你们以后这种事就不用找我，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就关心龙小雨，可怜龙小雨，你们可怜过四平吗？啊，那么大一姑娘说死就死了，四平用不用你们去辩护？死人用不用辩护？好看吗？好看。好看。好看，小雨不要我了。他不要你，还有很多人喜欢你啊。没用的。我只要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我只喜欢小雨。你现在还喜欢他吗？也恨，也喜欢。四平啊，你太傻了。女人哪有不傻的？我赌输了。哎，七贵。喂，七贵。这个朱七贵真是的，给我打电话又不说话。关机了。齐贵是朱四平的亲戚，我们为龙小雨辩护，他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人之常情嘛。我懂。韩弟，汪教授这几天一直不在家，我估计是故意在躲我们。不过我打听到这个消息，汪教授有个妹妹在上海，他们兄妹俩感情特别深。我在想，咱们是不是可以来个迂回战术，通过汪教授这个妹妹攻下汪教授这个堡垒。汪先生的妹妹在上海是做什么的？一家外企的公关经理。他叫什么？汪彤。哦，谢谢。静静，静静，韩丁，我去上海找汪先生的妹妹了，祝我好运吧。哦，您好，请问汪彤经理在吗？哦，汪经理去香港开会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呀？他今天晚上会回上海参加一个商务酒会。你知道酒会地址在哪儿吗？哦，没有邀请是进不去的，邀请函是限量的。小姐，我找他有急事儿，麻烦你告诉我酒会地址在哪儿好吗？小姐，请出示您的邀请函。不好意思，我不是来参加酒会的，我老板的太太要提前生孩子了，我过来叫她回去。哦，那你在这儿给她打个电话吧。电话应该是没电了，一直都打不通。如果错过孩子出生，我老板会开除我的。要不这样，你们老板是谁？
我进里面叫他。不用不用，我自己去找吧，我很快就会出来的。哎，小姐，哎，你们邀请函。哎，地震了没？汪小姐，啊，师培，你好，你是？我叫罗晶晶，我从厦门来的，我认识您的哥哥汪子涵教授。哦，你认识我哥哥？嗯，我今天来找您是想求求您帮我一个忙。嗯，什么事啊？小姐，您的邀请函是不是可以到这里的？况且您刚才对我撒了谎。我不是故意想骗你的，但是我真的找他有急事儿。不好意思，小姐，如果您真的拿不出邀请函的话，我们还是请您出去，不要影响我们正常的商务活动。我知道我没有邀请函，你能不能通融一下呀？小姐，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有急事。如果您再不走的话，罗晶晶，安珀，安珀，你们认识？对啊，晶晶是我的好朋友。啊、哦，盲童，晶晶说的是真的，你应该相信我。我可以为他证明。嗯，一个人无罪，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呢？因为一些巧合，一些偶然的原因，他现在有口难辩。但是你哥哥的那份血迹鉴定报告的结论，有可能证明他的无罪。既然我哥哥做的那份血迹鉴定这么重要，你可以直接去找我哥哥谈呀。我们一直在找他，找不到，也联系不上他。汪小姐，你能不能给你哥哥打个电话？嗯，其实我哥哥这个人挺固执的，特别是他工作上的事情，不是很希望我们介入。汪彤，你知道今天要帮的那个人是谁吗？是他的前男友。今天为了这件事情，已经心力交瘁了。如果你能帮上他，就帮他一把吧。再说，什么东西丢了都可以找回来，只有命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汪小姐，我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如果见不到你哥哥，拿不到那份血迹鉴定报告，我朋友就有可能被判死刑。他是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没有亲人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所以汪小姐，我求求你帮帮我，帮我打个电话，让我见到你哥哥，即使我朋友的命保不住，我这一辈子也会感激你的，真的。嗯，我试试看吧。安珀，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汪彤可能都不会帮我。不，是你打动了别人，包括我。我一直就觉得自己欠你的，现在就更还不清了。你欠我的，啊，是因为韩丁吧？你可千万不要这样想。感情上的事情，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怪不得别人。再说了，我已经想明白了，我跟韩丁之所以会分手，是因为我们的感情本身出了问题。我忽略了他的感受，这完完全全都是我的责任。晶晶，你现在
对谁的感情更多一些，是韩丁还是龙小雨？我现在想把小雨救出来的心情超越了一切，别的我没有去想。那龙小雨救出之后呢？我是说如果。我会信守我内心的承诺。什么承诺？是嫁给韩丁吗？对。静静，韩丁要的不仅仅是一段婚姻，他要的是纯粹的爱情。如果你不是真心的爱他，我劝你不要嫁给他，否则对你对他都将是伤害。我知道。王教授，这两份鉴定报告究竟有没有原则性的不同？你认为呢？衣服上的血迹，您的鉴定报告上说的是擦拭，可他们那份报告讲到胸前的血迹，用的也是擦拭，可后面又增加了一条，讲到左袖子上有一个很小的血点，则用了另外一个词，喷溅。当时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是由我们部门一个年轻人做的，我呢负责复查，确实没发现衣服上有什么别的血迹。当然了，办案单位找别人另做鉴定，得出不同的结果来，这也是很正常的。不过既然在衣服上发现别的血迹，那么对这份鉴定我们就更不好多说什么了。王教授，我只是想知道喷溅和擦拭究竟有什么不同。擦拭嘛，是指血迹有多种方式染到衣服上的，而喷溅呢，只能是在杀人的时候产生的一种血迹状态，所以如果不是杀人凶手，血迹绝对不会碰到他身上的。凶手，也就是说龙小雨的身上如果有了喷溅的血迹，就一定是凶手吗？如果这份鉴定报告被法庭采用的话，龙小雨是杀人凶手，那就毫无疑问了。喂，韩丁儿。什么？喷溅？只有杀人者的身上才会有喷溅的血迹，龙小雨就是杀害朱思平的凶手。这个案子结束了。你再想想，是否有什么忘了跟我说的？你觉得我隐瞒了什么？你的衣服上是怎么沾上朱思平的血迹的？我已经说过了，我想再听你说一遍。逼迫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回忆他不愿面对的过去，这是不是你作为一名律师特别享受的权利啊？你以为我对你的过去很感兴趣吗？我只是想知道你对我有没有说实话。如果你对我还有所隐瞒，请你早点告诉我，我不想在法庭上为你辩护的时候当众出丑。我不知道你说血迹的事是什么意思。你不用知道，你只要告诉我案发当晚你和朱四平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的衣服上是怎么沾上朱四平的血迹的，我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隐瞒你什么。那天晚上
我离开四平工地的宿舍后，我发现我的手机丢在他那儿了。我回去取手机的时候，发现四平已经出事了。我想救他，我就抱起他，但四平已经死了。因为他身上有血迹，所以沾到我的身上，就是这样。你回到朱四平宿舍时，他真的死了吗？这个问题，你问过我了。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是的。不是你对我撒了谎，就是科学出了错。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你，还是应该相信科学呢？那是你的事，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撒谎。有时候看着你这张淳朴的脸，我会在想，你的心是不是跟你的脸一样单纯？如果你如此的不相信我，你还怎么给我做辩护？我怀疑你做我的辩护律师是否合适。龙小雨，你放心，我会忠于我的职业。龙小雨是这么说的，要么龙小雨就是个心理素质极高的骗子，要么就是科学出了错。科学会出错吗？韩定，你既然作为龙小雨的辩护律师，如果你都不相信他，那你还怎么给他辩护呢？我也这么想。难道科学真的出了错？你觉着是科学可信，还是人更可信呢？这还真难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姑且相信龙小雨的话吧，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一些其他的证据推翻目前这份血迹鉴定的结论。也只能这样。这情况罗晶晶知道了吗？不知道，她今天回厦门，我都不知道一会儿该怎么跟她说。她辛辛苦苦跑到上海去求汪教授的妹妹，结果却是这样，真怕她会受不了。那还是先别让她知道了。你见到汪教授了没？啊。他怎么说？咱们回去再说吧。怎么了？有情况了？没什么。汪教授到底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两份血迹鉴定报告各有道理，至于法庭最终会采信哪一份，现在还不好说。什么叫不好说呀？两份不同的鉴定报告对小雨罪行认定结果是不一样的，一种就是无罪，另外一种就是死罪啊，怎么能这么模棱两可呢？可汪教授就是这么说的。小雨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这么重要的证据，汪教授应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意见呀。静静，这两份鉴定报告呢是由不同的单位出具的，侧重点和结论不同也是正常的。当然，法庭拥有最终采信权，我们一定要相信法律。汪教授说他只是一个技术人员，他的意见在他认定的鉴定报告结果里，他不便再说什么，以免对司法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影响。临行前，将其意鼓起勇气向陈乃安敞开心扉，倾吐爱慕之情，希望今后成。你的衣服上是怎么沾上朱四平的血迹的？你回到朱四平的宿舍时，朱四平真的死了。王教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使没有杀人，身上也有可能留下潘坚的血迹呢？从理论上讲嘛，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比如说吧，一个人刚死，
尸体还没有凉，血管里的血啊还处于稀释状态。这个时候突然有人一爆，那么从血管里冲出来的血液形成了喷溅的状态是有可能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假设，龙小雨第二次返回案发现场的时候发现朱四平倒在血泊当中，他抱紧了朱四平，而朱四平当时的体温还在，经过龙小雨这样一抱，血就喷到了他的袖子上呢？这种可能性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从刑侦的角度出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法庭一般的会采信喷溅的证据。汪教授说如果死者的体温还在的话，那么喷溅的血迹是有可能留在和他接触过的人身上的，也就是说龙小雨不一定是凶手。理论上是这样，但在实际当中你这个推理是没有说服力的。喷溅血迹就是定人死罪的利器，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不会放弃。你还真钻上牛角尖了，不过做事情是需要你这股子劲儿。喂，程阳，是我韩丁，刚才是我打的电话，你能帮我介绍一位外科医生吗？我有一些医学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他。谢谢。韩丁想认识外科医生干什么呀？他没说什么事儿吗？没有啊，就是说想问一些医学上的问题。他最近跟我说话老是含含糊糊的，出去干什么也不告诉我，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似的。开庭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我心里越来越慌。哎，你这样可不对啊，你必须相信韩丁，没准他问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辩护案件呢。王医生，在你们实施抢救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一些失血过多的，会不会在你们身上留下喷溅的血迹呢？这是有可能的。喷溅血迹是由于病患或者受害者动脉受到强烈的碰撞或者挤压后使血液形成一种喷射状态，如果体温没有降低，伤口血液还没有凝固，那么是有可能在近距离接触者身上留下喷溅的血迹的。就刑事案件来说，这个近距离接触者有可能是凶手，也有可能不是凶手，对吗？刑事案件我也不懂。比如当一个人发现了被害人，这个被害人已经死了，可能身体还尚存体温，当这个人抱起了被害人的时候，被害人身体受到挤压，这个人身上会不会有可能留下被害人身上喷溅的血迹呢？有这个可能，不过这种状况一定发生在被害人死亡之后很短的时间内，换句话说被害人极有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死亡。现在看来龙小雨这个案子真是回天无力了，我真是想不出来你还能有什么方法替他辩护。哟，喷溅血迹的事儿，为杀人者身上也有可能留下被喷溅的血迹，虽然这一点只有理论的可能性，但是谁都不能说他没有实际的可能。还有警方提出的任何一件证据都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凶器也好，银行卡也罢，只要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我就有一线希望。韩丁啊，这种事情也太钻牛角尖了。虽然现在替龙小雨辩护无罪是有些困难，但是我想朝认罪减刑的方向去考虑。哎，这倒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方案。如果你真能保住龙小雨的命，那也就算对得起罗晶晶了。可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怎么叫不知道呢？这个案子不管是输是赢，你已经对得起罗晶晶和龙小雨了。就算这个案子输了，那说不定罗晶晶以后就不折腾了，从此踏踏实实的跟你在一起过日子，你以前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也就值了。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个案子如果赢了我会失去的，如果输了我也会失去的。那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如果罗晶晶离开了你，那真是一叶障目，我都替她感到可惜。爱上一个人，谁又不是一叶障目呢？老林，我觉得韩丁最近好像有什么事儿在瞒着我，是不是小雨的案子出什么问题了？晶晶，案子的事儿你就交给韩丁去处理吧，别操心了啊。老林，我知道法律的事情我根本就什么都不懂，小雨的案子我一直都帮不上忙，我只是希望你们能跟我说一说，不然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你懂吗？晶晶，你先别着急，坦诚地说，我们现在是遇到了一点意外的情况，对龙小雨确实是不利，也为韩丁的辩护带来很大的困难，但韩丁一直非常努力，作为同行我都佩服他。这案子你要交给韩丁去办，真的是找对人了。出状况了？出什么状况了？你别不告诉我，老林。好吧，我目前只能先向你透露一点，就从目前检控方和被告方所掌握的证据来看，龙小雨要想无罪获释，真的是非常非常难。韩丁现在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想保住龙小雨的命。能保住龙小雨的命，这个官司也就算是赢了。只能保命，不能重获自由。韩丁现在决定为龙小雨做认罪减刑的辩护，而不是无罪的辩护。无罪的辩护是不现实的，输了就是死刑。晶晶，怎么坐这儿了？怎么了？韩丁，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小雨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你能告诉我你有多少把握吗？晶晶，从我目前掌握的证据上看，如果法院再判龙小雨杀人的话，就太勉强了。至少我可以说服法官不判龙小雨死罪，应该是有希望的。不定死罪，就说明他没有杀人，对吧？他没有杀人就是无罪呀，无罪就应该放了他呀。晶晶，审判的程序很复杂，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不是说你认定他无罪了，他就可以马上放出来。你想的太简单了。嗯，你的意思是说，就算小雨没有罪，也不一定能放出来，对吗？那你打算怎么给小雨辩呢？你能告诉我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想为他做无罪辩护了，但是现在……那是什么？你根本就不想给他做无罪辩护，你根本就不想让他出来。你说什么？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吗？为什么不能做无罪辩护？为什么？认罪减刑，不就承认自己有罪吗？晶晶，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是不相信我？你可以怀疑我的能力，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职业良知啊！那你为什么什么事都遮遮掩掩的，什么都不告诉我，什么都不告诉我？你不是一直认为龙小雨无罪吗？如果我为他做无罪辩护，那就等于是鸡蛋碰石头。我已经证据朝认罪减刑的方向去辩护了，先把他的命保住再说呀。把命保住，然后呢？你还想怎样？能把命保住就已经不错了。谢谢。只能保住性命，一辈子没有自由，你就对一个无罪的人来说公平吗？你凭什么认为龙小雨无罪？证据呢？
证据呢？就因为你爱他吗？你爱的他就无罪了吗？爱情能超越法律吗？南方的风啊，暖暖的吹，吹落你眼角一滴泪水，看见你远去，身边无人跟随，这一刻我伤心不能追。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不能做出选择，让爱排队。镜子上的指引，久久没有消退。这一刻，我呼唤，我想你。我已经很累，我没有责备，请不要。拉住你的手，瞬间无语相对，沉默中心与心靠近。这里有个家，我们一起回。我希望我能够这样。家，我们一起回。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不能做出选择，让爱排队。镜子上的指引，久久没有消退。这一刻我呼唤，我想你。这里有个家，我们一起回。我希望我能够这样。家，我们一起回。我心